就是我们一开始是一堆人，然后去甄选，然后就上课。一开始老师就是让我们类似有点在玩的嘛，然后现在就是在写稿，非常非常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觉得很难写，写不出来。我们这次呢是要帮世界各地的人呢进行串场以及收尾。回家作业里面呢那个讲述其他的特色，我就在想呢，因为呢找到资料太多，没办法一一统整，有时候时间也会不够用，就是要想出讲稿非常的恐怖。我要负责表演，然后就是串场。我的串场是踢毽子，然后就想说这次就是要让现场的气氛嗨起来嘛，就是要有一个比较动感的东西。就是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练了，所以踢的时候就是常常会踢不到。因为老师说要表演自己的专场，然后我想说这个滑板比较少见，然后也是我专场之一，所以我就拿出来表演。转学来的，就那时候也从来没想过我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就觉得这个机会很神奇。